没想到你这个马鲁达还活着！你要是身体真强的话，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手。放弃吧。 把他给我放下。
你放下，给我走，你就走我来打。张开，张开！大爷，好几天没沾荤腥了，咽个口水。我他娘的让你把嘴张开！啊！想吃荤腥是吧？哎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们好好开开荤。六三一、六三二、六三三，给我滚过来！你给我出来，把你们学的好好练练。预备，进攻！起来，这才挨了几棍子就认怂了，把这个怂包给我拽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没气儿了！起来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君，他们三个人的情况好像是被感染了瘟疫。快叫人把尸体拉走！这都过去又死三个，哎妈，你别弄这些没用的了，赶紧扔车上，扔车上，把这三个先处理了啊！你们俩都是得瘟疫死的啊，小心点儿，扔远点儿。